家好，我是嘉如，大家可以叫我 Kanako。 我非常喜欢日本，所以呢就用了日文名字来当作我的绰号。那现在是一个剧场跟即兴剧双栖演员。对蛙炮，觉得你自己的声音像什么动物吗？我觉得像猫。最喜欢星哲。等爱的人很多，不预设你会在乎我。欢迎大家按赞分享，一起加入粉丝应援活动。